主舱体的内侧一样。哦，我又看到前面那幕，一个黑影呢，黑乎乎的这样，呱呱呱呱，快速的过来的时候，嘣，切割到地上，切割到地上，呱一转一个，就把那个沙子给我打碎了，磨碎了以后，飘上来，抹上来，飘上来，现在专门制造那个，沙尘暴啊，专门制造那个沙尘暴啊，那个沙尘。做好了一个未来填海的时候，也用得上啊。反正先治一批再说啊，提前治一批再说。那个沙尘暴啊，沙尘暴啊，沙尘暴啊，沙尘暴啊。以色列吧，那个外面啊，有个那个什么海，那个那叫什么海？慢慢，外星人也帮他们那边先填一部分啊，填一部分，帮他们填一部分啊，填一部分，他们就可以往海上，去扩张啊，去向海上扩张啊，去海上扩张啊，因为那个，以色列那边是有限度的打击那些恐怖分子啊，外星人也是，打击恐怖分子那种意思的啊，以色列没有去专门针对那些平民之类的。伤害，所以外星人就这次就没有阻止以色列的行动啊，没有阻止以色列的行动啊，我还得看一下那个向哪里扩散，那个那叫什么以色列出去那个海啊，那边有个在外面有个塞浦路斯的啊，那个哦，原来是地中海啊，哦，是地中海，对，就是地中海嘛，对呀，他那个把地中海填掉一部分啊。啊，西比亚，哦，以色列啊，他往海里填部分啊，知道了啊，就地中海嘛，那这块小的，哦，小的叫红海，大的到地中海，那外星人先把那地中海，在以色列那边会填掉一块啊，这样呢可以往外面也疏散一点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哦，他的那边。哦，还有个直布罗陀海峡，知道了啊，终于把那边搞明白了啊，红海，地中海，直布罗陀海峡啊，知道了，好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